斯想要个波，个波又嚟唔到。简迪向前长传，哈萨特守得好，完全唔俾人过吓。美斯、华拉提，今次啊输俾后防球员啦。不过佢唔使几耐咧，相信就会再嚟过啦。迪马利亚，罗马终于可以松翻一口气啦。喂，好彩佢铲得靓嘅，如果唔系咧，对手已经反击。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艾巴位置感一流，挡住呢一球波啦。卡华即。艾巴一脚长传向前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呢个拦截真系靓啊！普巴、基奥特、罗马靠防守暂时甩咗身先。呢個波鏟得靚咧，要讚就除咗時間準之外咧，就係如果佢鏟得唔好啊，隨時係犯埋規添。艾巴好快咁向前傳，直接長傳，迪馬利亞、馬德里 hold 唔住個波喎。馬高華拉提，馬高華拉提傳中入波。在上半场的最后阶段入波，太明完美啊！简直一传一顶，上档次情趣。嗱，佢顶呢个波嘅时候咧，佢够晒果断啊！结果咧，对手唔够佢争。马德里打开纪录啦，入咗呢球，减轻咗啲压力啦，大家都可以睇得放啲啦。起到脚啦，呢球波扑得好。呢个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实真系唔简单。华拉提踢翻个波出嚟，比斯喂脚直线，呢啲咪上半场员嘅鸡声响起，比赛节奏咧完全俾佢哋控制晒噶啦。班波睇得好熟，马德里半场领先一球。比赛最后的45分钟，而家开始。呢个直线靓啊！马高雷斯传波入禁区，救得好啊！守门员救得靓啊！哇！呢个门将反应真系快过只猫。传比斯，比斯传中，波飞咗出嚟，边度追到先？救得好，冇得弹嗰只啊！而家睇嚟今日你要喺呢个龙门身上入到波，应该都几难。跳起一顶，得手啦！下半场开始冇耐就有好戏睇啦。傳得靚啊，嗨一嗨就入啦！嗱，頂頭槌呢啲嘢咧，唔係淨係話鬥高嘅，最緊要就係跳起嗰下嘅時機啊，爭少少就好大分別噶啦！呢個波咪頂得靚。羅馬再次追平比數，呢場強強對決，邊個會贏咧？哎，真係好難估啊！普巴個波而家喺哈薩特度，佐迪艾巴。洛宾相当之稳健啊，两边都唔执输。迪马利亚个波而家喺迪马利亚度，守得好稳啊。马高华拉提防守嘅表现真系好啊。比斯，比斯
斯射入二球靓啊！哎，攞到零先嘅一球。哇，呢个波啊，靴得靓喎！哇，呢个波佢点射嘅？射到出嚟咧，好似好转弯嘅，龙门好难估啫。马德里领先。呢个球员天生就系晓入波嘅，就算成场状态唔好，都照入。卡华即，迪马利亚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迪马利亚传翻脚先，一球出现，领先两球，几难俾人追到啦。马德里呢啲传波咪为之靓咯，最重要系咩？唔系净系得个底子，而系真系有真材实料。已经啊梅开二度啦，当然想入多几球添啦。马德里领先两球，成场比赛喺佢哋掌握之中啊！哇，比数已经拉开到两球啦，球场嘅气氛咦都变晒喎！传波，呢球波救得靓啊！艾巴、哈萨特接咗啲球波啦，防守球员真系好够警觉性啊！比斯整脚直线，迪马利亚呢个走位咧，时间把握得好啊！巴抢走咗呢一个龙门球，基奥特、哈萨特、华拉提、个波向前传，弹出底线，落门嘅。比加斯、卡云尼攞到波，简迪大外球啦，要换人啦，有球员啊等紧出场。马塞路，个波而家喺文迪苏杰度，华拉提向前场方向嘅长传，保罗戴班啊，哇，想夹眼过人。又入一球啊！呢一场波嘅结果可以话毫无疑问啦，真系够晒能力，攞得好准啊！有时真系唔使谂咁多嘅，好似呢个波有机会咪射门咯，龙门边度救到啫？教练向佢投咗信心一票啊！嗱，后备上阵有咁嘅着数啊，其他人开始攰啦，佢啊体力上有优势啦，换得啱咯。马德里再入一球，而家竟然领先3-0。波而家喺威廉度，拉莫斯向前传出，保定睇得好通透，截走啲球波啦。
雷斯，美斯呢球劲啊！不过龙门冇乜眼瞓啊，想试下守门员嘅身手啊！龙门口整个头槌，机会嚟啦！救得好，反应快到咧，守门员啊处变不惊。呢个会系界外球。又是界外球，这个直线靓啊！罗马可能是他们最后一个机会了，跳到尽顶这个球入了网啊！但无论有多少人围住他，他都好像不怕的。呢位仁兄好嘢啊！成只馬騮咁嘅，你都捉佢唔住嘅，又俾佢甩到身。真係唔知呢球係安慰獎啊，定還是令佢哋仲有機會扭轉敗局啦？卡雲尼攞到波，點過剃頭啊！佢真係好想入波喎。我諗對手啲防守球員要諗下點樣可以睇實佢啦。如果唔係啊，實俾佢玩死啊！而家一個傳球，古亞達到，兩邊都追住個波啊！傳波唔夠準啊！球證表示比賽結束，馬德里就成為今場嘅贏家。咁啊，實至名歸嘅。事實上啊，佢哋都係踢得比較好嘅一方啊。Kingman 評一評頭先場波咧。咁啊，呢隊波咧真係抵賺，好勇敢啊！佢哋嚇對手已經夠硬淨啦。但是他能够跟对面硬碰硬，值得赢波啊。好多谢 Keyman 陪足我们整场波，球迷们要回家了，我们都一样，各位早唞了。Thank you.